个我都快要看到头了哎、欸。他如果，我就已经看到晕了哎、欸。啊，对不起，可以讲吗？我才刚被警告就讲两个字。啊，我快笑死了。我聊天室没有跳出来，这让我挺意外的。我聊天室没有跳、欸，哎，400、600，对啊，我聊天室怎么？哦，白痴，我没有把聊天室点开，差点把自己害死了。这真的是文文吗？没有错，就是我。是文文吗？就是我，大家。以后不会双开，为什么我人会现在出现在这里？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是快气，我昨天真的是快差点中风，我真的要中风了。我还处在阿文在紫色开台的震惊当中，因为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那我 YT 要先退了哦，哎、欸，这 YT 有没有要退这件事情？因为我现在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麻烦。因为 YT 我一样会弄，一样会持续的执行下去，然后会开始做一些，就是不会把 YT 的实况跟 YT 的就是影片弄得那么杂，所以才变成说，倒不如就是 YT 你们要断也没有关系，如果要加的话，我会努力一个月里面呢出一到两支是属于会员的影片，好吗？啊、可能是属于腿控才能看到，整支影片就在拍我的腿，就在看我的腿。啊、如果你们要看我肥嫩嫩的肚肚的话，我也是可以拍。大家不好意思哦，迈入30就快要开始有肚子了，新三色还是要吃。哎、欸，我昨天有看到一个那个哎、欸，很夸张哎，那个不会被ban吗？那个我都快要看到头了哎、欸，他如果是依照杯低，我就已经看到晕了哎、欸，啊对不起，可以讲吗？我才刚被警告就讲两个字，啊我快笑死了。他那个很开哎、欸，他那个一个，他那个没有粘好哦、喔，那个旁边晕就出来了、欸。先不要哦、喔，那个会跟我昨天一直这样看我荧幕，一直这样看，一直在尝试这个电脑荧幕会不会有3D 的时候出现，一直在看。虽然这件事我真的要跟目前在群组里面的人大大的道歉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就以老皮的腿来示意一下，跟你们道个歉，应该还可以吧？这么如此的纤细，估计是在以前裹小脚时代还可以非常夯的一个小脚。好，以这个腿来跟你们道个歉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群组里面的人真的为难你们，跟着我跑了这么多地方，真的很对不起。真的很对不起，让你们跑来跑去，不接受也没有办法，我才不管呢。我真是气炸了，我真的要来抱怨，我超级无敌气，看一下我这肚，我超气，你看他的疼度就知道我有多气了吧。好可爱。究竟台主为什么这么气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因为第一，先来好好的说一下，因为我的触及不仅蓝色，我连红色都被砍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，我真的是红色被砍的原因在于我的后台
会一直跳出系统错误。我真的是，我认真，我真的不知道是哪里卡到音欸，我是不是这边有另一只眼？大家帮我看一下，我印堂是不是发黑啊？我是不是发黑啊？我真的不懂欸，我是不是黑掉了？我真的是，我真的看不懂欸。我额头还蛮漂亮的，超黑，很黑，是是是，去你的！谢谢订阅哦，你们有的跳好久哦。你们有的真的是跳有个久的，有个38个月。到底为什么？有没有人敢用欧付宝抖一下，我看一下会不会有反应？没有在练财，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的东西跳出来都没声音。YT 会员要不要退都行，因为之后我会想出会员的影片，所以就是可退可不退。都 OK， 但是会员的影片尺度会到哪，我还不确定。讲得超保守。哎呦，尺度哦，说不定直接穿个沙嘎口，沙嘎口直接亮出来。欢迎回家啊，康之遥，我要哭了，你都不知道我在红色有多没有朋友，要哭出来了。我真的超难过欸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，你知道我就是在一个无人岛，你知道吗？外头就是自由之都 America， 我就一个人就站在一个孤独的岛屿，这样看着大家，然后什么都没有跳出来。哦，对，顺便跟你们讲一下，现在进群组有福了，因为我们要选圣诞节聚餐的时间，目前的话是12月26号人最多选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大家。搭上了一波，一回来就可以立刻参加我们的聚会。好，我们好礼物坏礼物，欢迎回家了。我原本以为你们会嘴我欸，你们嘴一下好不好？拜托你们先，你们赶快先嘴一下我，骂我臭三八，还敢在那边浪那么久，现在才知道回家，还当泼出去的水，快点，你们赶快骂我，快，赶快骂我，赶快。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，你们太接受的，就是你们接受的太自然了，好吧，不要那么自然。不是啊，你们为什么有一种看尽这个事态的感觉？你们是怎样？你们五六十岁的爷爷是不是？你们不是姑姑了，你们是婆婆了、欸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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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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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到图奇搜寻 RABY7721 瑞比列车长，也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，订阅者可以进入 LINE 群组一起玩哟。